大糊米是那个炒河粉吧？ 这个热炒的都挺好的，先糊了啊！好多都来拍我家。这是他们小兰子，你们是一份方便面，一份河粉，是吧？ 好多人都派我家的嘞，好多人都派的。这是什么？下面就这两份。好嘞。方便面不要了是吧？ 可怜的你，站多长时间都保不着车的嘛。不用我。哪个要吃？吃那个啥？回来哈。我炒米粉，炒米粉。这一份小瑞吃的。
心里痒痒的。怎么做法？他明天上学的船就不完了。